你要什么颜色的啊？红色。好，那我们回家开箱吧。我们今天要来开全家出的跳跳虎福袋，它是保冷袋的造型，对不对？一个399，然后你选的这个很有过年气氛的红色，它有红色跟白色，你看，这就是抽车子的。你都没有给大家看是什么东西哦，哈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是饼干。出来，这个是饼干，可是我知道它，我以前有吃过这个。你以前有吃过那个？对对对对对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跳跳虎的，应该是笔记本。我要吃波卡。好，等一下吃波卡，然后一样有满天星的饼干。还有原本山的海苔，红包袋，哇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还有旺仔小馒头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花生。对，这是综合鲜果，还有饮料。这是红茶吧？还有波卡。那这个我能喝吗？我看一下你能不能喝哦。这个美招健康红茶，这你不行喝啦。我不行喝。对啊，那还有什么？哇！玉米香啊，怎么又是我不喜欢的巧克力？啊，又是那个巧克力哦。哎，是吧？燕麦棒应该还蛮好吃的吧？都没了吗？然后这个是跳跳虎的便条纸吧？然后还有。亮晶晶的跳跳虎红包袋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跳跳虎福袋。那个是便条纸啊，你可以画完以后把它贴起来。然后你看，哇，这是跳跳虎的红包袋，它的图案都不一样哦，很漂亮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叫便条？便条纸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来，拿给我，这是跳跳虎的便条纸，可以贴吗？哦，这是，看一下哦，你把它撕一张起来，撕一张起来，对，然后来，妈妈教你，上面写字啊，写你的名字，然后又有，然后贴上去，这就是便条纸。儿子，所以你知道便条纸是什么了吧？我是鬼。然后你看，这是跳跳虎的笔记本，哇，儿子你又有笔记本了耶。我是鬼，你可以好好练字了好吗？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保冷袋吧，看它可以装什么，你觉得它可以装什么东西？安迪，儿子你可以觉得这个可以装什么东西？玩具哦，所以它很大，对不对？它放，哦，你看空间超大的哎，这些东西还有一种香味，有香味吗？哇，好像饭店的味道。好想去饭店。我们现在是在介绍福袋，帮你买起来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最重要的环节了，等等，我们就是为了车车而买的。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高级车车。车啊！儿子，看看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奖？怎么拆啊？把它打开啊！结实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可以。我已经帮你撕掉一半了，来看看是什么。看不懂字。好。明显回顾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把序号登录。希望我们中大奖，好不好？悠悠跟大家说拜拜吧！拜拜！欢迎大家，按分地哦，拜喽！我是扇子人，很凉吗？很凉啊！哦，好冷哦！